五哥仙广场的拥堵已缓解不少，但眼下还未到放松的时刻。姿势体大，绝不能掉以轻心，都明白了吗？是，九条沙罗大人。嘿，沙罗。哦，是你们，有什么新情况吗？是吗？如此最好，天领奉行奉命维持本次荣采祭的秩序与治安，如有事端。 尽管告诉我就是。你们看起来好忙啊，是发生什么大事了吗？大事倒也谈不上。这几天我们收到了不少报告，故意插队、倒卖商品，以及好事之徒霸占拍照板。虽然都是些小事，一一登记备案，却也要耗去不少人力。不过能收到这么多求助，也从侧面证明天领奉行正在逐步取回民众的信任吧。维护荣采祭是将军大人的谕令。 也是难得让民众对天领奉行改观的机会，不容有失，哪怕再累些，也是应有之意了。嘿嘿，不过再怎么忙，你也还是来这儿了呢，是想去买将军大人的人偶吧？我们也挺想买一个呢。什么人偶？我只是在附近例行巡逻，马上就会离开的。不用那么害羞啦，嘿嘿，其实神子有一回告诉过我们。 你从前来买人偶的时候，可起了个大早排在第一位呢。公司大人，怎么连这些事都……罢了，我素以崇敬执行对待此事，从来无意掩饰。只是有一件事，请你们务必更正。哦，是什么呀？那不是什么人偶，是御剑明神主尊大御所大人像造型的塑像。 明白了吗？御剑明明白了。这次的御剑明神主尊大御所大人像是初次发售的新款，这一批次的总数不过300尊，每人限购1尊。不少人从凌晨就开始排队，你们在这个时间点来，恐怕是已经错过了。这真没想到，那沙罗你一定是起了个大早来排的吧？你排到了吗？ 若是放在平日，我自当亲手迎回御剑明神主尊大御所大人像，但眼下还是荣采祭的公务更重要。早在店铺开张之前，我们就已经到岗。虽然不舍，但这次也只能放弃了。这样啊，真可惜。所以，我已托人代为购买。原来还能找代购啊！ 不是说每人限购一个吗？这么热门的人偶，应该不好找人代购吧？我原本也在为此发愁，但八重公司大人说是，念在我等连日操劳的份上，就找了一位专业人士前来帮忙。虽然不知道是哪位专业人士，但估计是明神大社或摄奉行所属，我也不便多问。算算时间，应该已经拿到了吧？这次幸亏有公司大人相助。 不然这代购确实不好找，既要有起早的毅力，又要有高大的体格，才能抢到最热门的商品。起早的毅力，高大的体格。嗯，什么声音？是吗？也罢，我已在这儿待了挺久，该去下一个会场巡逻了。 祝你们在荣采祭上诸事平安。被发现了，早佑，你怎么在这儿？难道说你就是？ 那个专业人士，小声点儿，他说不定还没走远。没有，我为了买到人偶，从昨晚开始就守在这儿了。只是没想到，等啊等啊，我那时候真的只是想小睡一下，就一下而已。 要是没买到人偶，那个天领奉行的天狗就会把我抓起来的。
神子究竟都跟你说了些什么呀？唉，事到如今，只能牺牲掉这个月的工资，从已经买到的人手里收购一个了。真的吗？那太好了，这是我的工资袋，一定要省着花哦。看你们的表情，是没买到这次发售的御剑明神主尊大御所大人像吧？卖？我可不打算卖，这可是我花了好大功夫才收到的，你们还是找别人去吧。购买联动限定饮品，请早点来排队。喂，你们也没有买到吗？真奇怪，我早上过来排队的时候，还专门问过了已经买到的朋友。他从凌晨就开始排队，差不多是第100来位拿到的，而我和他差了不过150位，算起来应该也可以排到啊。不行，一会儿得去找店主问个明白。哎，难得来到期一趟，又专门起了个大早，结果还是没排到。这首批发售的数量比预想中的少了好多啊。下一批也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这来都来了，要不然买点别的纪念品来代替吗？怎么会？这下真的要完蛋了。好像有不少人都说自己没排到呢，会不会是店家点错数量了？要不然我们去天顶屋问问吧。总比完全没希望了要好啊。实在抱歉，今早我有事不在，请了其他人看店，所以详情我也不是很清楚，但看账目的话确实是售出了300份。话说后面这些人偶就不能摆出来卖吗？抱歉，这些都是店里展示用的样品，各位客人也不必太过遗憾，这次在荣彩季上限量发售的塑像还只是第一批，将来也还有买到的机会。可是等下一批发售要到什么时候啊？还有这位小哥专程从蒙德赶过来，来得比我还早，起码往前排了50多位，连他也没买到，这数量怎么想都对不上吧。我不太清楚到期这边开季点的情况，不过感觉确实是卖得特别快啊。真的是非常抱歉，但今早的账目我已经再三查看过了，应该没有问题。要不然去请天岭奉行的人来调查一下。天岭奉行？不行。你们是？这些事情是归摄奉行管的吗？没错，这件事我们会去追查的，就不用去找天灵奉行了，他们也是很忙的嘛。奇怪，小优怎么突然这么有干劲了？要是报告给天灵奉行，那个9条沙罗肯定会来找我问情况啊，到时候我没买到人偶的事情不就……总之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惊动天灵奉行啊。既然已经有人在调查了，那我就先等一个结果吧。哎，反正来都来了，那买不到人偶的话，我再看看别的吧。感谢两位的理解，等调查结果出来，我们一定会尽快公告的。不过说是要调查，我们现在也没什么线索呀，不会真的只是客人们数错了吧？要是能有个证人从头排到尾就好了。是说我吗？可惜了，我一直在睡觉。声音让我想想。选好了，
就这些吧。多谢惠顾，欢迎您下次光临。多谢惠顾。啊，我想起来了，今早听到了好多次多谢惠顾。哎，多少次？正好300吗？这个就有点……每次听见多谢惠顾，隔了至少16呼噜，居然还能这样算吗？16呼噜，差不多是1分钟，加上前后备货、中间搬箱子的时间，对。现在距离开卖也才过去4个多小时，所以数量肯定有问题。也就是说，就算我现在才行，也还是有希望买到的。大概总之现在任务失败，肯定是有坏人做了手脚，不是因为早又偷懒。那么究竟是谁在做坏事呢？这次限购管得很严，不仅每人只能买一份，连身份都要专门核实登记，所以不会有人多排多买。有沙罗他们在维持秩序，也不会有人随便插队吧？如果真的有坏人动了手脚，那肯定会想办法再把弄到的人偶高价卖出去吧。我们去找刚刚那位花大功夫收到的人问问吧，说不定会有什么线索。想知道我收购御剑冥神主尊大御所大人像的门路？哼哼，想都别想。哎，为什么呀？又不是要收走你的人偶。哎，别问了，不说就是不说。怎么会这样？你怎么知道的？对，我们是专业人士。好吧，既然你们都猜到了的话，先说好，可不要随便声张啊。我一早就来排队，结果第一批塑像却早早的卖完了。我不甘心，就跑到天顶屋后门，想找店员打探下一批发售的时间。没想到，却看见他正在把一箱又一箱的塑像往外搬。我当时就想上去问这是怎么一回事，然后就……这是没错，不过我也是好好付了钱，从店员手里正正当当给买下的。正不正当可不由你说了算。哎，是天岭奉行。天岭奉行接到线报，有人趁荣采祭囤积居奇，高价倒卖。虽然这些塑像并非战略物资，价格涨跌也是正常的市场现象，但内部人员借职权之便伪造假账挪用货品，却已经是不折不扣的违法了。我们已经调查过天顶屋的情况，账目虽然无误，但钱箱中的摩拉却有2袋被掺了10块。这怎么会？作为证据，请上缴你的御剑冥神主尊大御所大人像。至于你的损失，等不法之徒落网后，会如数退还给你的。好吧，没想到他居然还造了假账。没想到沙罗你们这么快就注意到他们的动静了呀。我们也是刚刚得到线索，还没调齐人手缉捕。这位是被抓住了。你就是公司大人请来的专业人士吗？我正想着怎么一直没见到你呢。我们正忙着调查人偶调查御剑冥神主尊大御所大人像数量不对的事情。是吗？有劳你们了。不过接下来有天岭奉行接手，应该不会出大问题了。其实，关于
遇见明神主尊。是吗？真是辛苦你了。那么遇见明神主尊大玉泽大人像现在何处？哦，对对对，然后早又一整晚都在调查店员的底细呢，结果赶回来的时候刚好错过了发售时间。是，要是没被偷藏的话，我赶回来的时候就刚好能买到了。这样吗？结果还是没能买到吗？对不起。此事是因歹人作恶而起，眼下当以公务为重，速速制定缉捕方案，你也不必太过自责了。嗯。根据情报，嫌犯一开始在会场附近高价倒卖，但位置十分隐蔽，行动也很谨慎，直接追击可能让他们铤而走险，销毁证物。暗中包围就需要有人先去吸引他们的注意。既然你们已经彻夜调查，摸清了这人的底细，想要取得他的信任，想来也没有比你们更合适的人物了。不知诸位是否愿意再助天岭奉行一臂之力？没错，就交给我们吧。啊，你们是哪位介绍来的？现在风头正紧，如果不是旧客介绍，恕不接待。原来是那家伙。行吧，好歹也算是从这儿买过货的人。哎，不过先说好了，这东西可正紧俏着呢，就别想用跟他一样的价格买下了。又涨价了？这才过去几个小时呀。你不想买我还不想卖呢，这升值空间可大得很，要不是急着脱手，你看现在哪里还有的收啊。记得多跟他讲一会儿价。哎呀，别叨叨了，直接报个价钱吧。喂，就这么点钱，你干脆叫我白送给你得了。嘿嘿，成交。那么我们这就约个时间拿货吧。等等，我感觉价格还是有点高。高？过上几天还要再翻一翻呢。你们就是来消遣我的吧？不想买就别在这胡搅蛮缠了，吵吵闹闹的都来不及换地方了。不必换了，以公谋私，伪造账目，罪证确凿。跟我们到奉行所走一趟吧。天岭奉行？什么时候？难道是刚才讲价？嘿嘿，束手就擒吧。多谢诸位协助，他已将藏匿货品的地点供出，我们正派人前去收缴。这下好了，等天顶屋清点好了上架，我们就能重新排队买到了吧。这一次一定要完成任务。恐怕不行，被藏匿的货品要作为证据在奉行所保留一段时间，短时间内应该不能重新上架了。这怎么会这样？烦请你们将此事告知店主，我先行一步回奉行所看看情况。沙罗虽然什么都没说，但其实还是有点伤心吧。我真的没什么办法了吗？原来如此，辛苦你们了，我们会尽快拟好补偿方案再贴出告示的。请稍等，这是我们店里展示用的遇见明神主尊大玉锁大人像，虽说是样品，但我想不如就送给你们作为答谢吧。这次也怪我们店里审查不周，才给各位添了麻烦，小小赠礼难表歉意，但还请你们务必收下。真的吗？只要把这只人偶交给沙罗，就算完成任务了吧。不好，紧张了半天突然放心下来，马上就想睡觉了。拜托你再把这只人偶送到奉行所吧。我咋样，
终于不用再工作了。沙罗，你看我们给你带什么来了？这难道是……之前忙来忙去的都没好好欣赏过呢，仔细一看，这做工可真不赖啊。那是当然，这是由八重堂最顶尖的会师设计原型，道七城最老练的漆器师傅手工打造，若非如此，又怎能还原出将军大人庄严宝相的千分之一。想要让荣光常驻，历久弥新，还需要选购特制的神龛，悉心供奉。务须时时勤拂拭，勿使染尘埃，最好再请位匠人上门保养。沙罗，沙罗，怎么了？这御剑明神主尊大玉泽大人向的保养之道，我总结了五条要旨，这第一条都还没有说完呢。这小小人偶竟有如此多的说法，却未听神子与我提起。将军大人，您怎么会？闲来无事，出天守阁看看而已。啊，这人偶可是你买下的？这是他。没想到你也会中意这些小物件。将军大人，荣采记的房屋尚未布置妥当，请恕属下先行告退了。有劳你们了。沙罗的背影看起来有点伤心。天守阁中还有一只人偶，是八重堂送来的样品，放着与我也无用处，不如送给你们。君无戏言，既然已经说了要赠与你们，要怎么处置自然随你们便，再转赠他人也并无不可。若是嫌转送麻烦，我直接差人从府上送去亦可，只是这送礼之人自当写你的名字。咦，为什么要弄得那么麻烦？如此甚好，我回去就差人准备。对了，祝你们在荣采祭上顺遂无虞，皆得所愿。